《中国综艺》的选赏书，特别计划书怀玉的选赏书，不可思议的徐氏旋风史上最大舞蹈模仿大作战，老中青三代大和平舞蹈狂飙。 挑战超人气平民天后 Yuki， 最后决胜的关键就是由 Yuki 从中挑选最优的一组。前台三个站在 Music。你可曾看过跳踢踏舞的蟑螂呢？ 宝艺超国际版全新梦中人，要死！人见人爱的陈小春，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现场戏，啊，开心了！电视史上首创网络互动式综艺单元。 天才笨笨笨，最后压箱力作，绝对让你不虚此生哦！写真美女网络票选泳装大对决，你看看穿泳的穿的，网络人气指数83、85、89、92，所有精彩内容尽在今晚的天才笨笨笨。 看我们的胡瓜中线的悬赏书，而且今天是特别企划哦，哎呦厉害了！悬赏的是什么呢？哎，悬赏徐怀钰，赶快来投案！现在被警方包围了，什么话？这徐怀钰呢？这很多朋友都喜欢模仿。尤其年轻朋友最喜欢他。是，我们先把徐怀钰请到现场来。来来来来，一起来欢迎徐怀钰后院。 Yuki， 你看人气最旺的一位，那你的每首歌大家好喜欢，妙妙妙啦，怪兽啦，你从前快乐啦，向前跑，冲啦，有梦你会红啦，哇，每首都好棒，有梦你会红，大家你会肿啦，大家混合着一起红一下，可是比我红啦，哎妈的狗妈的狗，你这，那搞不得那个，那今天要选赏的是什么呢？看看就知道了，我们看选赏什么了，请看来。 胡瓜中线的悬赏书，特别计划徐怀钰的悬赏书，史上最大舞蹈模仿大作战，老中青三代大车兵舞蹈狂飙，挑战超人气平民天后 Yuki， 由 Yuki 从中挑选最优的一组，只要你是最优的一组，便可获得Yuki亲签名单曲 CD， 哦，这可是市面上买不到的。好，模仿大作战。 有点像成年很广，小到3岁，老到90岁啊，90岁是跳不动了啦。啊，对对对，90啊，对对对，很难讲哦。人家现在有运动人都健康，学他的舞就健康了。是是是，加油加油。有梦你会红。哎呦，等一下，我爱你就是因为你这一点。干嘛？直到分手后，你不来，多爱打歌你。好来，谢谢来，谢谢。好，上来介绍我们的儿童组。 三位年龄有3岁6岁7岁不等，陈冠豪、廖丽文、赖以婷向前冲！没有的，加油加油！加油
我回来了啊！来，看大家站多久？哇，第一次感觉麦克风好大一只啊！不会，他说不会。谁三岁？你三岁啊？你四岁啊？他坚持要四岁。麦克风是。你跳的最猛了哈！七岁的是谁？七岁谁？他。他。你还搞不清楚？还不照实招认？谁七岁？六岁啊？他虚岁七岁。那你几岁？五岁。五岁。五岁。四五六。四五六刚好糊了糊了啊，是不是？他们两个是演舞群，是不是？对对，他们好专业哦，非常专业，真的对啊，都没有跳错。而且后来我们才搞清楚，其实这一枚是公的啊。看一下，偷看一下，你男生的女生，看到你怎么看得出来啊？对不对？小孩子不都一样的？现在小朋友发育的也很好。要看这里，如果是男啊啊，等一下。如果是女生的话，就是太平公主了。你真的是男生吗？哇，好可爱啊！但是小朋友表演的相当好，对，很棒很棒。这是我们这个儿童组的，儿童组的这个三位分成一组，这样不好看。哎呦，不要掏了啊！罩杯掉了是吧？啊，大家看到了。好，三个小朋友到后面休息一下，来，谢谢他们，掌声鼓励一下。来，接下来就是青年组。青年组就厉害了，有两位了，身材非常的曼妙，是是是，哎呦，一位是苏胜伟，模仿的是怪兽，很厉害，苏胜伟，怪兽。哎呦，哎呦，苏胜伟在中油上班是吧？啊，什么话？他有，应该是哦，就脱，什么中油？应该是在台肥吧？哎，你摸他的皮肤，好好摸。哎，冬暖夏凉哎，是是，苏胜伟是男生哦，你是，我是男生，男生的，体重，105，105啊，对，我别看他这种体重，模仿的惟妙惟肖，真的，你几岁了？我14，14岁哦，应该15吧，对，15是吧？哇，那到30岁会不会长像房子这么大？那请到前面来，来，我们看他表情表演了啊，来，徐怀钰的怪兽 Go。啊，对对对对对，同时是有这个陆地上行走的五花肉之称的，对，而且他以他的吨位真没话讲啊！过平交道的时候，砰撞到自强号，刚是什么事啊？什么？怎么好像有东西推我一下？太夸张了！你真是爱说笑的人。卖那个卖那个，新专辑唱片第二首歌，对不对？嚯，你最好帮我打歌哎，谢谢你，谢谢。找到机会就打歌，是徐怀钰。
你会喜欢这种胖胖的男生？不是，我一直以为他是女生哎。哎呀，你这种说法根本是有奶就是娘了，就是也不能。不是，他搞错了。可爱。青年组的苏盛伟，接下来介绍了青年组的王浩明。好，王浩明。哇，好厉害！妙妙妙，他带来妙妙妙哎。哇，好像哦！哇 ！Oh no！ 十七八岁女孩姑娘，我在多少时说自己的经过？哦！以前的世界里人说我少见，那什么时候会轮到我？是有。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徐怀钰，大家好。这个根本不能来参加。对呀，根本是专业级的。你只能来观摩赛，就是大家表演完，评审要评分，你出来表演一下。哇，他那个脸上表情有没有一转过来，同学倒了一半。哇，还好他赶快又转回来，同学作证。现在可以学啊，学到那个这个徐怀钰惊讶的感觉。有没有那种感觉？哎，惊讶的表情。惊讶的感觉，惊讶，预备，起。还可以装可爱啊，还装可爱，徐怀钰装可爱的样子。这边的啦，这样。所以那边是另外一个人啦。所以说 Yuki 真的是带领潮流哦，是啊，带领流行的一个人。不过他的表演呢，基本上我觉得不应该列入成绩，太专业了。是啊是啊，对不对？您就今天当我们的来宾好了，好吧？我是觉得给一些来自这边的参赛者一种鼓励吧。等一下，等一下，先别臭屁，后面还有一组，我是出来吓死你的。老人家真的吗？对，单单年纪就大你三倍以上，我告诉你。真的吗？对，那有什么好伟大的？来，我们来介绍这位叫很厉害哦，梁珠子，他名字叫梁珠子哦。哎，奇怪的，来，梁珠子 ，Go！ 哎呀，好酷哦！哎哎，对不对？梁妈妈你好啊！哇，哎呀，妈妈，今年几岁啊？六十啊，真的看不出来，看起来像五十九岁。对啊，人生七十才开始啊，等于他是负十岁。啊，胡瓜哈，天天就是顶呱呱，天天顶呱呱。对啊，中线哈，嗯嗯，爱线永远都不讨人厌。哎呦，还会给我们吟诗作对啊。对对对，徐怀钰永远不会怀孕。哎，对对。对啊，就永远就是玉，玉就是代表哈，都会辟邪啊，什么都很漂亮。哎哎，妈妈妈妈，有我就安全了。哦，有我就安全了。你说玉就算了，把人家讲得跟门神一样。这样好啊，以后我出门都不用怕了。对呀，我还会辟邪。不用怕了。表演他什么歌？
叮咚啊，叮咚啊，哦，很难表演的，是叮当还是叮咚啊？叮咚啦，叮咚啊，你的是有梦才会红啦。啊，对对，你都是叮咚啊，对对对。来，我们就这样子。不好，你们都原谅。啊，不不不，好来来，叮咚来麦克风，来看妈妈表演啦。Go！ 朱子小姐带来的老年古墓是否能超越前面几组呢？广告之后咱们马上回来。表演了 ，Go！ 朱锦小姐带来的叮咚，哎呦！所以他们的指导老师真是没话讲，是是跳的，对呀、啊，好可爱。那个是你的女儿，你女儿啊？咋不见啊？我41岁才生她，双胞胎。你41岁才生她？双胞胎。双胞胎啊！今天儿童组、青年组，我们请出列。好，来欢迎他们几位一起到我们前面来。好，厉害厉害厉害，小朋友来来。现在要交给我们 Yuki 来选择了，到底要怎么选择？儿童组还是青年组还是老年组？因为我不想等一下没选到被打，所以我到那边去好了。Yuki， 你想到楼上去有没有？那个探照灯有没有？我们全场暗灯。不要怪我哈。你就停在谁的身上？那我们三组人马要分开一点，要不然这是一组，这是一组，这是一组，这总共有四组。哎，你一组还是最明显这一组啊？一二三，总共有三组了。所以待会 Yuki 的灯呢，全场暗场之后，灯扫扫扫扫扫到停到谁的身上，今天那个人就获得冠军。注意来，注意来，心脏有没有过来了？啊？都会打到他，他摔下来了。啊！哇，他从那个猫道上走上去哈。猫道，喵，不是交道哦。好，灯要现在开始闪了。Ladies and gentlemen， 到底谁是我们今天的冠军呢？儿童组还是青年组，还是我们老年组呢？请我们的 Yuki 帮我们打灯选择。今天的冠军就是吴宗宪。啊，要跳过去了。到底是我们儿童组还是青年组，还是老年组呢？还是我们瓜哥呢？哎，到底是谁呢？好 ，Yuki 是一个非常龟毛的人，所以到现在依旧没有办法做出决定。我们在广告中，好，青年组的朋友，哇，好，太厉害了！停下来，停下来，来来来，下来一下，哇！刚刚看到得到冠军的时候，感动的跳跃起来，是人类离开地面最少的一次了。什么呀？我还得震动最厉害了。那跳起来，那年轻朋友、小朋友他们来，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都无所谓嘛。你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吗？啊？你看呢？另外，哈，另外，家里住哪里？园林哈。园林哈在哪？有电话吗？家里？有。几号？08-3421。哦，还蛮清楚的啦。还常偷我。还算清楚啊，但是他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啊，对不对？所以今天为什么你会选择他 ，Yuki？ 因为我觉得
肉多就是一种美。不是啦，你知道像他这样子的体重可以这样子跳很有节奏感的东西是很不简单的。对对对对对。对啊，而且他每一个拍子他都抓到了，而且我真的会动的时候，他动比我还用力，这是我做不到的。哦，这个就厉害了。所以呢，我们这个选出来之后呢，我们要赠送的是 Yuki 的一个 CD 单曲。单曲 CD EP 就对了，市面上买不到的，买不到的，哇，那就不稀奇了，那就奖品了，哎，那就稀奇了，对对对，有梦你会红都买不到，那缺货那没办法。哎呀，谢谢，辣妹辣妹，好好加油了哈。那我们的赠品就，啊天哪，这是 EP 做这么可爱啊，买不到的哦哈。啊，谢谢。哇，谢谢。哇，好棒哦。是是是，那小朋友看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没关系，待会 Yuki 请你们吃糖果哈。好吧，乖啊，好，这是 Yuki 的悬赏组冠军组，是我们苏胜伟青年组的啊，来谢谢所有参加的来宾，我们来看精彩单元天才 Bang Bang Bang。天才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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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你可曾看过跳踢踏舞的蟑螂呢？珍宝仪的超国际版全新梦中人，不想再回爱失眠，我妹妹心意超简单，超人气韩国青春团体 SBS 现场实力演唱 Hero， 人见人爱的陈小春，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现场戏，播一下下。啊！开心呢。电视史上首创网络互动式综艺单元，天才 Bang Bang Bang， 最后压箱力作，绝对让你不虚此生梦。写真美女网络票选泳装大对决，网络人气指数80、85、89、90，所有精彩内容尽在今晚的天才 Bang Bang Bang。随便乱抢镜头是不道德的行为。是的，那我们天才集中营今天的阵容呢，相当的庞大，一般很少看到这么多的行头啊。还有我们的，哎，首先介绍这位是歌坛的新人。哎呦呦呦，这位新人不得了了，他出韩文歌曲了。是是是，哎，他也曾经加入酷龙哦。哎，对，他是酷龙的翻译，也是我们韩国团体 S E S。珍宝仪小姐，还有我们蔡安强，安强好，那这位是歌坛新人，介绍一下，这位也是新人啦，哎，最近他的跨编舞说了他非常多的事情，跨赛，跨几赛，赢了跨赛，多难闹赛，哇，就是我们站，今天一个站这边呢。对啊，因为我不知道，因为他们说美女站前面，帅哥站后面，所以那你应该站后面了。王哥这样讲，你应该站在布景后面啊。那你要陪我啊？我不要。还有我们的陈小春，哎，小春，哇，他们都有精彩表演的，今天在集中营里面绝对让大家大饱眼福啊，厉害了，不止眼福，耳福啊，哎呦，哎是。甚至呼吸到他们的鼻息啊！哦，哇！那我们先介绍第一组了。好，马上这个当然要人数庞大的才行啊。对对对，蟑螂，哎呦！哎，大家好，大家好。我们先一开始先听您带来一首歌，待会再好好做访问。就来帮忙了啊！
这首歌叫做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我 Call 我，这么难听的歌，Call 我 Call 我。Everybody shake your body, don't stop. 我愿意随时随想你，要懂我所有的心情。我愿意随时说爱你，就像大雨季反复过不停。我录了好多爱意，伸长掌心。加油，法师加油，法师。这就等着你，就等着你，放给你听，放给你听。今天这样唱是很明显了哦，就要让这个 SES 难看哦。没有没有，四位这样，今天呢就以舞蹈擅长嘛，对对对，是不是有什么标准的舞蹈来带给大家？有，我们去魔鬼特训五个小时的踢踏舞。踢踏舞好难的，这非常难呢，真的很难，真的是这几天练的啊，小腿啊、大腿、屁股两侧都好酸哦。可是，而且。跳踢踏舞就是女孩子要穿高跟鞋，然后我从来没有穿过高跟鞋，然后穿那种细跟高跟鞋跳舞很难过，脚尖很痛。那这样子，我们要先换鞋，要先换鞋，对，要换鞋鞋。那你们先换个鞋子。OK， 好，四位请准备了，来来来，哇，太棒了！你看，没有多敬业精神了，他们还为我们节目去练习了。但是我们节目是绝无冷场啊！对，在换鞋的当中呢，我们要找到这位呢小可爱，太棒了！哎，他的歌声听说相当好听，真的吗？哎，可以的话，我们还可以帮他和声。是是，珍宝仪。哎呦，哎，来来来，哎呦，宝贝宝贝，哇哟！最有人缘的一位了，是是。谢谢。那宝仪，因为他口才好啊，对不对？又有气质，所以一般人就忽略他的歌声呐。对对对，其实歌也唱得很棒啊，不错不错。对对，来来来一首吧，今天。今天要再来等你道歉。哎，等你道歉。等你道歉。哇，糟糕，前奏很长，又要摇一遍了。会觉得说这是唱得好是应该的啦。今天你们现场展示一下，你唱不是唱片里面的歌。今天我想带来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呢，它是有很多不同国家的版本。那我想把每个语言都唱一唱。哪一首？就是 Cranberries 的那个 Dreams。Dreams。小红莓合唱团有首歌叫 Dreams， 王菲呢把它曾经翻唱过广东版本，还有国语版本。Dream。不是。Dream Dream Dream。这是老歌了。不
是吗？不是下一首。Dream dream dream， 还在唱。I want you。不要唱了。好不容易有瓜哥会唱，你要拦住，对不对？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也知道唱这种四五零年代，我个猪头啊，我还跟着唱。闭嘴！哎，那那首歌 Dream Dreams， 好，来我们听听看。哎，来来，那声音要勾起来那种哦。对，老那个要一定要有。好，老啊，这么细啊，加油啦 ，Go Dreams。唱的吗？对呀、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妈妈会唱歌。啊，妈妈会唱歌啊。对呀、啊，上次我们在新加坡不是跟爸爸做了一个慈善义演？哎呦，哇，我们曾大哥卡拉 OK 一起啊，我唱一句，唱一首这样。嗯、哎。那我唱第二句而已，所有人都已经、睡着了。没有，来不及逃的都倒在地上。还好我第一个夺门的出来。哇，珍宝一哥唱这么好。但他没有抓到那个拉的那个窍门。拉拉拉回来。拉。勾到最高点会有这种像啦啦啦啦，讲讲大牌音的多，这样很不卫生哎啊，这样子很不卫生，小朋友拿汤匙学啊，都塞在喉咙里，危险动作千万不要模仿，除非有大人陪同，是吧？大人陪同帮忙塞啊，哎，这个刚刚谢谢我们那个这个宝仪表现不错，掌声再鼓励一下，谢谢，谢谢宝仪啊，上来。让观众知道你是在骂我是吧？什么叫做献丑？你可以叫春丑啊，干嘛要献丑？脏丑好。脏丑。吉他舞的，我们地板上有声音，你先试试看，我看。试试看。这声音可能比较小。啊，没有，我们帮你切嘛。准备好啊，贝。好啊。哎，不错，我也讲。贝 ，Go。还是苏格兰的小调，哎呦，厉害厉害，尽管妹妹的裤子已经背开了，但是还是努力为她的表演，她穿的是黑色的安全裤。哦，昏倒还穿白袜子，
法师啊，怎么受得了？但是瓜哥就有一件事，我们实在看不下去，才开口这样。哦，踢踏舞穿全身黑，穿白袜子哦。哦，没有阿弥陀佛，法师啊，那不是白袜，而且还 AIDS 的哦。爱迪达啊？哦哦哦，不是 AIDS 的，哦，是爱迪达是吧？好，谢谢四位蟑螂带来的掌声。瓜哥就够，咱们马上回来。天才笨笨笨 music， 在大家就想看到还是我们的陈小春呐，哈，陈小春表演嘛，哎，小春人跑去哪里？小春不见了，好，来，陈小春，好，欢迎陈小春，厉害了，今天要表演什么啊？先表演一下那个自己唱歌先，禽流感菌，哎，不是，哪首歌？是那个没那种命，加油，咱们看看这首歌，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把这首歌献给没那种命的朋友。爱像个天仙，她太美了。我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笑了，最大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那这样，这个陈小春呢，除了歌好之外呢，今天大家就想看到他演技。对啊，哎，今天干脆考验一下演技。哎，我们的演泡妹高手，你看怎么样？泡妹，来，题目出来就马上演了。我们看题目，请看来，选择几号？二号。二号。二号是什么呢？二号是什么？酒醉。酒醉的探戈。这样，我们在设定在这个是一个酒吧，刚好有马子在这边。你的角色是上班族。喝醉酒进来，看到马子要泡他。哦，你要想办法。哎，有这种人哦，泡马子。演一个酒醉的上班族，然后来泡他。哎，这个有个舞台就。哎，怎么那么巧啊？对，刚刚好一个吧台。哎呦，灵异传奇，这个角色谁来演最好呢？我想是蔡安巧比较适合。安巧会同情人家。对对对。来吧。小姐，你还要喝吗？不要了，心情不好。有什么需要服务就通知我一下了。哎呦！安乔，安乔回来啦！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可是怎么巧，你也是叫安乔啊？对。哦，这想起来真难苦。我那个安乔呢？你刚刚在跟了一个男生，在家里面。我就回家，就看到他两个抱在一起，所以我就觉得
很失败。为什么失败呢？我们要不要坐近一点？因为我怕你听不懂我讲什么。假厉害哦，假厉害，爬起了爬起来。所以就还有，对不起对不起。所以呢，我就觉得你也是叫安桥吗？对。那就巧了，真的啊。我这个安桥最近又被我的男朋友。啊？哎。我们又分手了啊！又分手啊！啊，那就怎么巧啊？真的，我也是刚分手啊。那他怎么样的？你男朋友啊？就长得像一个，哎，你知道那个吗？古惑仔吗？那个陈小春啊，就像那个人。对对，好多人都说我像啊，对，好多人说我像他、啊。要不然我们就那就好了、啊、你这么像小春，那我们都这么孤独啊，孤独对孤独就好孤独了，可是对不起我是 gay 的哎，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好难演啊，哎呀没有没有没有，哎不会哦不会哦，演得很好，哎他这个后面的破题破得还不错，是是是，重点在我是 gay 这样哦，好吧，那这样我们就演个 gay 好了，那如果真正遇到 gay 的话怎么办？这样我们这里面 gay 只有瓜哥了，来瓜哥你呢？不 gay 你演比较像啊，你比较你穿的比较像 gay 啊，我演要换衣服啊，我比较像 get 啊，真的是，好好，那预备，就连观众也是 gay 好吧，大家配合一下。嗯，讨厌哦，好棒哦，一定要演。预备，乐队也是 gay， 好吧，乐队，好。预备 ，camera，Hello Jackie， 嗯，你好久没来了。你每次都这样。我来酒店哦，我酒店哦，我个酷奇耶。哦，好好好。哎 ，Hello Jackie， 戴安粉这样子。我没听过，我听啊，真奇怪。戴安粉不可以吗？戴安娜不行吗？哦，那叫戴安粉。啊。Yeah。Hello, Tony. Hi, John. Tony, Tony. Jackie. Tony. 好久没来了。Tony. 今天晚上没有空啊？哎呀，每天都有空嘛。今天该换个角色了吧？No problem. No problem. 嗯，要讨厌了，拿那什么东西，好恶心哦。哦，这个啊，嗯，这我帮你准备，在生日的时候送给你。嗯，那好棒哦。要帮你换电池哈。哎，哎呀，我继续调酒。啊，小胖啊，好帅哦，这帅哥。你现在怕我的妞吗？没有，你怎么长得这么讨厌？好了，我忙我的啦。好。要死啊！你干嘛你？随便泡一些不认识的女孩，没有，我就坐这里，她就过来了。过来，你就讨厌了，每次这样子就咕就咕。我坐在面前，你不要弄那些动作好不好？不要嘛，这样。虽然我们是同一类，可是会给他们知道吗？你讨厌，摸一下下啊，摸一下下。啊，开心啊！哦，讨厌。我最近呢。啊！发觉自己的那个抵抗力的，好像是很不好啊！啊！我刚去完那个医生呢，医生说我可能我有艾滋病啊！什么？你得到艾迪达？太棒了！分给我一双嘛！我也不晓得是不是你随便跟那些男生搞在一起，我没有啊，我就是托你叫你托瓜哥还有蟑螂师兄妹啊，有过其他都没有了，女孩子你都要啊，你管我，我双性的嘛，那我就哎呀不会了，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呀去对嘛，那我主要是把那个神情演出来，好恐怖哦！你毕竟不是嘛，哈，这个都不是他适合的角色了，哈。我觉得他比较适合比较那种比较斯文型的爱情片。他干脆，哎，那把那个大学大的，把大学生 NTU 的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是，哎 ，OK， 那我们就现场如果刚好有个台大，那就绝了。翻译小姐好了，好吧？NTU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NTU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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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U。Yes, OK, it's your turn. 哇，真巧啊！哎呀，台大的你看，跟桌子出现的一样巧。哎，是是是。
你也是 bartender 吗？ Still, I'm come from American. And what kind of wine you want to drink? I can't understand what you say. May I have you? Have what? 我可以拥有你吗？不可以。Have, may I have you? Excuse me. Oh yes, something else I can do for you. She's mine. Hey, 不要乱讲话哦。This girl is your? Hey man. Yeah. Together forever. How about this? Huh? No. I don't like it. You want to one play one? Why should we speak English? Okay. 他是我的朋友。Okay. Do you want a milkshake? Shut up. I give you one milkshake. Shut up.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Bye. 谢谢你帮我解围啊。不好意思。有什么不好意思？因为刚才那个，我每一次来那个酒吧里面呢，那个人都有一点疯疯的感觉。下次我不敢来这边了。不怕，你下次跟我一起来也没事。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来？对，我呢，我只是在那个大学里面呢，就进修那个看相的那个教授。真的吗？哪一所大学呢？我是那个伦大。伦大。对，伦敦大学。你有没有兴趣研究呢？我也懂一点看相，你说的不准，我会知道。好，来个手看看。看脸就可以了吧？看脸，脸可以看，你是姓郑的，对不对？嘿嘿，对的嘛，拿手来。这样叫拿手？我猜得出你是姓郑的嘛？我不，你放在这里。好。你爸不是？你妈。好辛苦，不会啊。不会。养大你们两姊妹都不辛苦啊。我是我爷爷奶奶带大的，你猜错哦，这样不行哦，先生。我，哎呀，不演了，哎呀，鼓励。哎呀，太逊了。落荒而逃。对呀。这个没有剧本是本来就很难演。对，即席的。不，陈小志为我们演这三个角色已经相当不错了啊。对了。哎，谢谢我们曾宝仪，谢谢。好的，谢谢。不错。是，但是我们最后还要听听蔡安乔的歌声呢。哦，真的吗？你要边唱边劈腿啊！好来，坏苹果对不对？对，来，掌声鼓励一下，坏苹果 ，Go！ 谢谢。Now everybody, shake your body, don't stop, go for the show。好，我们 SES 把手举高来。翻译啊，美丽的翻译小姐，谢谢我们。现在变台湾的名人呐，不得了啊！还有我们曾宝仪的他们精彩的演出，我们还有更精彩单元《天才 Bang Bang Bang》。全民大选性感写真泳装美女总决选 ，Let's go！
全民大选，我泳装美少女。哎，这周精彩了，最重要是因为我们结合现在年轻朋友的上网的这个精神呐、啊。对对对 对, 对。今天的这四位女主角呢，曾经在我们节目中最优秀的表现，所以他们是大家在网络上票选出来，希望看到他们泳装的表演。哎，他们讨论之后高票当选的四位，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现场。哦，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要先介绍三位专家，也是冠军中的冠军呐、啊。哦，这几位很厉害了。哎，首先介绍这位是瘦身美容专家。庄雅青小姐、哎、欢迎欢迎。哎，接下来介绍这位知名的作家，对审美方面也有他独到的见解，陈美如小姐。陈美如老师、嗯、大家还没听他讲话对不对？他最美的声音啊，你对不对、我们的瓜哥还有钟宪以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好。那么说到什么叫美哦，其实美啊应该主要要跟他自己的年龄，要跟他自己的身份，以及所谓刚才庄老师讲说要健康，还有他刚才说不管男生女生，其实哈美不美眼睛很重要，就是眼神 eye contact 的那个眼神的接触。我了解这个陈老师的意思的、啊、老师要符合自己的年龄，要把这个整个内心里面一下剖白出来。陈老师能维持这么年轻的心，也是因为常常跟年轻人在一起，在他的这支作品也都写得非常棒，写得好。对对对，他年轻人出过哪些书呢？哦，太棒，他每一本书我们几乎都读过了。是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将来慢慢来啊、来，谢谢陈老师啊。接下来介绍这一位啊，哦，他的毅力恒心让我们感动。在最近呢，真的是大家看到广告眼泪掉下来，是是，大家以为他去切割的，把身上肉切掉才会这么维持这么快的这个瘦身。所以那就瘦身美容广告代言人，也是名模特了啊，包翠莹。欢迎我们包翠莹小姐。谢谢。感动呢。大家好。对，前一阵最胖的时候几公斤呢？你说那个大胖子啊？最胖的时候？75。75公斤、啊。现在已经瘦差不多有20几公斤了吧？没了，没有，没有，瘦了13公斤了。哎呦，75减13。对对。我、哦、那这蛮难减的哈。那还要再减，但是呢不能速度太快。对对对对。哦、要减出健康来。是是对对对对。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谢谢三位专家。是是。那马上呢这一集呢非常精彩，就四位呢是个性感写真美女泳装。总决赛哦，这是由观众朋友呢网络上讨论，我们尊重民意，马上介绍第一位吴美乐小姐。欢迎吴美乐小姐。吴美乐小姐今年21岁，哇，身高171公分，体重51公斤，婚纱摄影造型师，是第二周的冠军。啊，上完节目之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或影响没有？改变的话，来的客人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上次上过电视哦。来的客人，你在哪里服务？本公司古董招待，水果一盘，台费通通算一半。是。不是啊，因为我在婚纱业做，那婚纱。对，那这个节目的收视率非常高，是是，很多人看这个节目，是是是，所以呢上过节目之后非常多人都知道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所以每次有客人来就说你有参加过那个节目对不对，我说对啊对啊，真是太客气了。对、啊、我们看看他的，注意了真面貌，注意看，嗨呦嗨呦，大家应该有印象了啊。好，我们现在有没有人找你拍写真集啊？拍写真集有，有吗？嗯，价钱很可爱，价钱没谈好还是？价钱还没谈到价钱，我跟他说我不要。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在做这一行，因为这家店是我妈妈、我姐姐开的，那我希望说我还是走这一行。可是你上节目都可以这样拍，你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因为我上节目的话，我来这边就是单纯的只是想说上这个节目。哦，是店里打知名度而已哈。嗯，这不算。哎，当时拍这个听说是没有贴胸贴的状态的。有。有啊，有哦，难怪我们撕了老半天一直撕不掉。来，我们看看他穿泳装的表情。来，1、2、3。好，身材不错，那马上走个台步。Ladies and gentlemen, come some up the music。这是我们1号吴美乐小姐。非常有自信的一位，走得非常好。嗯，我们看到他走路的时候啊，起步做，他还有个口令跟起步做。哦，还有把鼓。
可是穿泳装又不能叫踢正步哈。是是是，哇，那请问你这个泳衣的颜色自己选的吗？对，我自己选的，自己带来的。如果到游泳池旁边，你可以，你敢这样穿吗？敢。敢。哇，来，我们请一号，不不，庄小姐来谈谈看她的身材。我觉得这个美乐呢，她的整个整体的造型来讲的话呢，是唯一的遗憾就是这个。鞋子我知道，如果他鞋子可以换这个海滩鞋啊，或者是这种比较软的，就是说颜色稍微淡一点，或者是红色白色的应该会更好。那基本上我觉得他整个身材是很匀称的，而且他看起来很热情。那我是觉得说他的那个头发就是整体的造型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活泼可爱，像太阳。那么他的身材也很匀称，那他的跟他的选择的衣服的颜色跟他的脸蛋他的笑容我觉得很搭配，我觉得他今天的整个造型感觉非常好。是，对，然后身材也很好。陈老师有什么建议没？可以简单的跟你们讲一下。我们刚才讲到说一个您的表情哦，尝试从自内心的，那首先他确实是很有自信哦，那么笑得很开心，人家看到他就觉得很开朗。那唯一的就是说，你再稍微 return 一下，转一下，转一圈 ，return。因为我是觉得好像屁屁还可以再翘一点。对，屁股可以翘一点。肌肉的这个肌肉还没练到的往上提啊，要不然就是往上提。这个练瑜伽啊，往后提臀啊。那唯一我很想问你哦，就说你如果在，你就说你穿这样在泳池你都没有关系哈，你勇于接受所有的眼光。那如果说有人刚看到这样子，都像钟先生，好像口水都要掉下来了。那你会怎么样？目不转睛。我会怎么样？那我可能会这样。这样，你没看过是吧？他看过来是吧？那如果他看过来，我会这样。快！干什么？这是怎么来这个音乐，真是怪怪的。很好，很健康。是，包翠怡小姐呢？哎，包姐姐。我觉得她这个很大方，很活泼，身材也很好啊，很均匀。这个皮肤有点略干啊，是不是要擦一点 lotion 保养一下？因为我之前是做摄影助理，我常常都去外面跑，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要给你的建议，你通通有心理准备，对不对？对。但是都没有去做，因为我现在才开始做造型师，我就是开始要保养了。而且她特别，我们要讲一下，她是我们节目之友啊。平常讲太感动了，人家说什么写真美少女，她第一个来报名，然后家里有养狗的，她第一个也来，抓那狗也不会表演，狗不会表演，她还是抓来的。会的，我不会。你们的狗会干嘛？你现在讲。会唱歌啊。哦，就那。对啊。上次还唱啊。修理沙美沙利。我觉得他们那个狗好可爱。其实它的名字好像是卖卖啤酒的，美乐。对呀，对。好，谢谢我们的一号吴美乐小姐。美乐小姐，好，请。今天所四位参赛都是网络中大家讨论出来，这个大家票选出来的。第二位要介绍的是曾华怡小姐。曾华怡 ，Go。资料介绍一下，17岁，身高164公分，体重50公斤，哇，才17岁啊。我们第三周的冠军，上完节目在生活上或思想上有什么改变没有？上完节目有没有改变？有啊，因为同学都会常常取笑我，可是我对自己越来越有自信。干嘛取笑你？身材又好，就会故意取笑我说：“哎呀，上节目啊，了不起啊，什么什么那类的。”哎呦，你就说对呀、啊，了不起啊，怎么样？没有，那班上50几个人讲，他一个人怎么敢抵抗？对不对？怕打被打。对呀、啊，没关系啦、哦。是，拍完之后有人找你拍写真集吗？有，然后可是爸妈说，因为我现在太小了，希望我再大一点的时候再拍。哦，了解、哦、年纪小吧，对。对，年纪小，年纪小。那你说了解，害我吓一跳。对呀、啊，我也小时候也是有人找我们说拍写真集，男生的、啊。哦。我爸妈说不行啊，来日方长嘛。好、哦。但是后来厂商讲。我看是永远长不大啊！来，我们来看看他的真面目。真面目，一、二、三。有，脆，但是脆啊，对，但是照片跟本人到底有没有差别呢？其实他本人也很漂亮。赶快来看一看，一、二、三。走一趟给大家看。Ladies and gentlemen, come some up the music.
且他的泳装是选择今年最流行的色系，白色啊，而且这个白色跟蓝色是最流行的。可是白色的泳装看起来，人家以为你是穿白色的内衣，会不会这样？会啦，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流行白色啊。谢谢，请包春英先来谈一谈。哎，来，他的脸很可爱，好甜呢，小脸蛋儿。但是他的身材呢，一般差不多7:1，他好像8:1，好像那个头特别小哦，脸啊，是九头身。呀，对，九头身。然后以他的身材比例，大腿那边胖，稍胖了一点，大腿哦，大腿那边。我想问你，你以前也比较胖，然后有减肥吗？有有。哎，都我在回答，对不对？你是家属吗？不是啦，我想他太内向，我帮他回答。有减肥吗？以前我没有减肥，可是以前有比较胖。哦，对，因为我看你那皮肤有一点点那个妊娠纹哈，就是那个叫什么胖纹，肥胖纹嘛哈，有一点点。嗯，基本上他很漂亮，很可爱，就是稍微大腿胖了一点点。是是是，哦，庄老师。基本上那个肥胖纹是因为那个人的一个快速的肥胖啊，就是快速胖起来又快速瘦下来才会有胖纹。我想今天整体的造型整个感觉是很明亮的，啊，就像一个像黎明像日出一样，我觉得让人家感觉很清爽。那因为那个臀部的这个骨架的问题啊，我想是天生没办法改变。那基本上来讲，我觉得人的外表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散发出来给人家的感觉是很亲切的。是很亲切的，而且很纯真的。是，我这是重点，所以我很喜欢你给我的那种感受，我觉得非常的好，很纯真。谢谢三分专，他在网络上，啊，对对，很多人喜欢他，大家讨论像一号呢，吴美乐小姐的网络人气指数啊，网气啊，网络人气指数，简称网气，哎，他是80%。啊，80%，那是他是85%啊，不过他还比他厉害啊，哎，哇，那赶快请入座啊，啊，来，掌声，哎，不错，接下来介绍三号的我们参赛者是萧柏芝小姐，欢迎萧柏芝。还好不是萧伯纳啊，19岁，身高157公分，体重45公斤，第一周的冠军。上完节目之后，思想有什么改变没有？思想，哇，哎呀，真的声音都好好听啊！是啊，我们就说思想啊，怎么样呢？有没有改变？时常晚上都会做梦啊。梦到谁？晚上做梦。都梦到星期一跟瓜哥去约会啊，星期二跟钟铉哥去约会。Oh my god！ 难怪我最近觉得比较累。对了，我声音好甜的，才洗脚水，19岁。你们家的老婆大概都在这个年纪啊，对，特别注意同学。我你在呀，在呀，你。他最适合做什么工作？就接电话的嘛。对，接电话。0204000788，打来哦，就等你打来。哦，现在是童慧君呢，他就不能当总机小姐吗？对呀。喂，天才公司找吴董啊。嗯，总机你不在吗？有没有找你拍写真集？有人找我拍3级片。哦，那拍3级片你不能接受，对不对？对。啊，那您今天穿着的泳装你还喜欢吗？嗯，还可以吧。还可以啊，我们让专家要评定，先看他脸哈。注意了，1、2、3。哎呦！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咱们马上回来。穿着的泳装你还喜欢吗？嗯，还可以吧。还可以啊，我们让专家要评定，先看他的脸。注意了，1、2、3。哎呦，哎呦，好像那个是哦，好像年轻的金志娟娃娃。哎，对对啊，金志娟娃娃以前那样，刚上就在今夜的时候，可是这个有点像李丽珍哈。蜜桃成熟时，来我们看看他身材，那么就叫番茄成熟时了。追，1、2、3。
先走个台步了啊。好嘞 ，music，music。这是我们三号非常可爱的萧国芝小姐，身高157，体重145公斤。哇哦！哎，穿泳装，为什么还加上这一层白色的？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也觉得不好意思。所以要自信啊！我们请包小姐给你一些鼓励的话，好吗？我也不好意思。哎，你讲，你讲，那大家拢安尼讲，我是要做安尼做，再帮你讲的真正呀。他好可爱哦，好甜美啊！是是是。你想请问你本来讲话就是这个样子，真的？小时候就这样子。哦。全家的爸爸也是这样啊，对呀。哎，吃饭啦，来嘛，来我们家做客。哎呦，经常。而且19岁，没有男朋友。啊哈。他虽然这么年轻，才19岁，可是他那个女人味很重。对对对，对，因为声音的关系嘛。还有他的那个五官，还有他那个笑容啊，笑容，他的女人味十足。所以你的意思是会电死人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哇，麦克风啊！我以前哭都没爽快。虽然他的个子比较娇小，但基本上他的身材比例还算均匀，还算均匀。这年轻就戴个镯子啊，这个谁给你？是妈妈送的。哦，会不会不方便？不会。会点点口丢，有啊，都会口丢。我要注意的哈。皮肤也不错，嗯，谢谢。就刚刚走路时有一点点紧张哦。嗯，好紧张。所以刚一踏出第一脚，好像喝醉一样。来，陈老师。我们看到柏芝。女生，我们刚才见目前有三位女孩子给我们的感觉哦，都难怪她们的人气指数都很高，就说人家都希望看到她们，觉得她们很开朗、很快乐，然后对自己很有自信。唯一的，我想刚刚跟瓜哥说的，他为什么问他说你身上戴了一个镯子哦？因为我刚刚提到美，希望是跟自己的年龄相配的，包括说你所有的打扮。应该是跟你的年龄相配，但也许这个镯子妈妈的心意啊，是有另外的心意啊。还有就是说，你才不到20岁嘛，我要问你，你平常不会穿这样的鞋子上街吧？嗯，没有，就是为了走这里，对不对？因为这样的鞋子给人的感觉，就像可能那个中线常常去哪些地方那种比较容易穿那种鞋子，我不知道啦。我知道，我知道。不，老师，这个误会，我去的地方他们都不穿鞋的，好不好？不是不穿鞋，都不穿啊！连鞋子都不穿哟。好，王喜公哈，那最好我们的打扮跟自己，还有就是说，我还是会强调，因为我看到你两边都戴了戒指，然后戴的不少，另外一只手指戴了两个戒指。我觉得说，其实你的青春就是你最好的本钱，你本身很甜。事实上，你不用怎么打扮，不需要加一些额外的东西。哎，对，老师说的有理。耶，就原味是最好的。庄老师，哎，庄老师，庄老师。我觉得柏芝呢，她给人家的感觉是很有女人味的，啊，很优雅的，尤其是她的声音，我也很陶醉。我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我一生我永远都不可能会有这种声音。哎，你吸收她当你员工那不得了了。这位小姐，你要美容哪里呀？对，但女生这样声音啊，她连吵架都很好听，跟隔壁吵架，祝你们家火灾。你干嘛？室友都说你猪头啊！啊！哇！哎呦，这是我听过骂猪头最好听的。对呀，哇，还有那撒娇的声音。对，那我觉得从头到脚呢，整体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他的这个在装扮、在妆的颜色上啊，可以让他再稍微再淡一点，尤其像眉毛，可以让他尽量让他自然一点，比如说再浓一点这样子，有点不跟他的年龄不搭调。是刚陈老师讲，他眉毛没有需要拔光嘛，哦。因为我觉得原味最好，就配合你自己的年龄、身份。我想你眉毛不要再去修了，最原味应该会显得你更自然、更可爱。这样，谢谢，谢谢，谢谢，哇，太棒了！好，三号的人气指数是89分哦，哎呦，网络上讨论89分哦，好，谢谢我们三号，再次谢谢萧柏芝。哎，哎呦，如果这个网络上的指数啊，要以4号是最高的哦，对。啊，4号有92之多啊。对，但是没待会我们要从现场，不要因为这个而影响你们。这个不影响，因为从网络看到是一个局部而已，在现场才是全部。哎，有临场感，我们马上欢迎4号黄慧英小姐。欢迎黄慧英。
21岁，身高158公分，体重50公斤，第三周的冠军。上完节目之后，思想上、生活上有什么改变吗？什么呢？没有感冒。一人感冒，全家都受害。你们俩。所以尽量不要跟他们住在一起就好。我对不起你好不好？有什么改变？就是眼光啊，比较受瞩目嘛。哦，受瞩目，大家会注意到你。有没有人想说，哎，你就是上了天才班？对，大家应该有印象啊。他其实他就是长得很像舒淇那位啦。哦。啊，你有印象了没？好舒淇哦，天哪！有人找你签名吗？曾经有小国中生吧。他以为不是舒淇，就跑过来问我，我就跟他说我不是。那现在有没有人因为你像舒淇，或者你上过我们节目就找你拍写真集呢？曾经有接到，但是那时候很想睡觉，这样晚点才打过来，结果就没有打来了啊。当然不是，我跑出去了。我们来看看他的毛茸真面貌，我长得很像舒淇哦。哎呦，像不像？像啊。不是陆委会那个舒淇哦，是舒淇哈。对对对，来，我们看看他的，那本轮更漂亮了。一二三，哎呦，可见呢，舒淇真的是广受年轻朋友喜爱。她身材是玲珑有致啊，远远看去好像一部保时捷。是是 ，music， 走个台步啦 ，music。这是我们4号舒淇小姐。比较不好意思啊！哦耶，感冒感冒，对对对，没关系。今天的穿着很像我们2号陈老师的花纹啊，对对对对，豹纹的啊，陈老师。刚我们这个慧英，你的整体造型非常的好，真的很适合她的味道，就是带一点野性美。唯一的就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你的膝盖好像有点凹青哎，没有走楼梯。坐楼梯摔的，中信也是啊。今天怎么两边都凹陷了？对啊，你跪太久了。我干嘛要跪呢？我上面还粘了几颗蒜，猪蒜在上面。你有没有走路跌倒过？有。摔得很严重啊？正面落地还是侧面？直接用手下去撑。哦，那没撑住还是怎么样？砰！正面落地。对啊，手去扭。哦，手去扭了，所以他常常走路会跌倒，难怪肿得这么厉害啊。还有钟老师，其实我觉得蛮遗憾的，就是说他的这个鞋子啊，就是说当然身材我们这种骨架上来讲是天生的，我们就不在这边做其他的一个。那么我想在鞋子上如果可以穿这种就是海滩鞋啊，应该会是整体上的造型看起来会是比较好的。那么在肤色来讲的话，我是觉得说他上半身跟下半身的肤色是不一致的。那么如果说他可以选一些比较偏黄基调软色系的这个颜色来穿的话，也就是说橘色啦、苹果色啦，这两个颜色应该会是比较适合你。所以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子。好，谢谢庄老师。好，包翠英小姐，哎，我觉得她的那个发型，今天造型很好啊，就是有那种自然的那种好像原始味啊。然后她的脸很立体，脸型很立体，笑容也很甜美。但是她很紧张，她讲话呢，好像那个表达的那个。方式跟能力，连走台步都很害羞。对对对对，主要是因为感冒，他会一直咳啊，所以他很紧张，很痒就咳，没关系。咳啊，你咳啊，你咳啊！不要这样吧，啊，不要这样子。哦，啊，你也加点了，乖好。而且他咳到我这里来了。对对对，你咳啊，喷喷，痰吐在那脸上。啊，我。对，那没关系，没关系。我基本上他的那个腰部以上。都很好，都很完美。腰部以下要改进，是吧？哎，对，需要改进，对，是是是，因为脸型啊、胸部啊、腰啊、皮肤啊都很好，腰部以下的皮肤就差了一点了，是真的啊。对 ，lotion 啊，要擦 lotion 啊。好，我们请三位请到前面来，来，一起到我们前面来。一二三四，好。虽然网络上讨论的人气指数是80、85、90的92。89分了哈，89对。好，我们请1号的吴美乐，请站在那里。同学们，请按钮给分。1号吴美乐到底会得到几分呢？请按钮。到底他们谁是今晚最性感的写真泳装美女呢？广告之后咱们马上回来。
我们请一号的吴美乐，请站在这里。同学们，请按钮给分。一号吴美乐到底回答了几分的，请按钮。86分，三位专家请给分。评审老师请给分。9分、8分、8分。庄小姐为什么给9分呢？我觉得这个美乐小姐呢，她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很亲切，而且很自然。那么她这个落落大方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在她的这个眼神呢也很有神，那么散发出这种另外一种光芒。那再来的话就是她的这个整体的造型上来讲，跟她的服装啊，还有她的泳装，还有头发，整个搭配起来，我觉得整体感非常的一致性，所以我给她9分。好，谢谢。2号，厉害厉害，曾华怡小姐，同学请按钮给分。这是2号的分数了，好，是68、68、68、70、70、70、78、80分，82分，哎，请三位给分。林晨老师，请给分。7分、7分、8分。陈老师为什么给7分？我想刚才庄乔，刚才我想我的高分是在应该是在8，那他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比例上，就是下半部稍微比较大一点，不过也许将来婆婆看了我会很喜欢，所以你很会生孩子。那么整体上觉得你很可爱，确实很可爱，哎，可以多展你的笑容呀，然后裙子穿。神经病，钟雄不要这样子，一直要想消我的音哈。没事没事，好，就是这样子。好，谢谢。好了，好，3号，萧博士小姐，请按钮给分。给分。好，现在转38、55、55、58、60、66、66、66、70、70、80、81、82、83、84。哎呦！哎呦！90、90、90！哎呦！哎呀！96、96、98！哎呦！哎呦！好恐怖啊！98分还满意吗？好高兴啊！好高兴！好高兴！来，三位评审请给分。我们也好高兴。评审老师，请给分。88，八分。包翠英小姐，为什么呢？虽然他的个子蛮娇小，可是他那个蛮匀称的啊、哦，但是在那个发型造型上，比较不太适合。是的，是的。对，造型上，还有对了，一般也很少看到无尾熊在游泳，对啊。在造型上，还有以他的年纪，他那个就是比较成熟啊，他发出来的那个韵味啊，跟声音都比较成熟，所以我给他7分。谢谢。谢。4号，黄慧莹小姐，请按钮给分。好，同学们，4号的分数了。好，是23、30、4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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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76分。你们这老太婆撒尿啊，能不能一次尿干净一点？三位评审请给分。评审老师分数是6分、7分、7分。庄雅青小姐，基本上我会给6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下半身的这个皮肤的肤色，那么再来就是那个腿部的一个修长的一个感觉，没有像其他几位的这个竞赛者他们那么的优，他们那么的优势这样子，所以我想我给6分的原因是这样子。好，谢谢所有评审，我们宣布我们今天的冠军3号萧伯姿小姐，恭喜您，恭喜我们3号萧伯姿小姐。30秒谢谢各位评审，然后还有观众的那个支持，然后我要谢谢制作单位给我这个机会来这边参加节目，谢谢，我会更加努力。谢谢，谢谢，再次感谢我们小伯姿小姐。
是。今天谢谢三位专家来到我们现场，谢谢同学对我们的节目支持。哎，我们天才笨笨笨做到现在是113集，113集，两年多来，谢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从下个礼拜开始，由我们吴宗宪跟陶晶莹继续为大家服务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们所推出来的新节目。对对，其实这个节目啊，这个走到这里算是我第一次跟瓜哥有机会合作了。哎呦，那这个当然是个心里面感动很多了，谢谢瓜哥的照顾，我们再次给瓜哥一个掌声，再鼓励一下。最主要是真的谢谢全国观众对我们天才笨笨笨的支持，谢谢所有的专家。对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是呢，我跟瓜哥将来我们还马上就会再合作节目。但是我们未来的路还有这么长要走，是，当然要谢谢我们辛苦的这两年多的我们天才大乐队。虽然乐队老师即将面临失业的危险，来一点音乐给自己欢呼一下。谢谢也谢谢中国电视公司所有的这个支持我们的，所有的我们长官，以及谢谢我们的导播，所有的工作人员辛苦你们了啊！再次先祝福你们，谢谢，再次谢谢瓜哥，谢谢，我们谢谢全国的观众朋友对我们天才笨笨的支持，113集，谢谢您，我们有机会下次见，谢谢。那我们最后再来一个 slogan together forever， 好吧？欢迎收看天才笨笨笨。